林北播的，我作证。是你告诉我林北晚上不播，我才来找他的。他说鸠占鹊巢。我没有，是蓝蓝飞跟我说的，打电话告诉我。他说林北不播晚上，他晚上出床。这图图真没意思，跟他开玩笑，他非要认真。不是我弹幕会认真。你弹幕认真，认真你管他干嘛？你弹幕认真的时候不也这么跟我说的吗？对吧？没几个人，两队。那、啊、他妈就不跟他客气。给我一把枪，我把他全杀了。OK， 我毕业了。啊。我有 mini， 我刚才先把头夹紧。你想要吗？我有六不六，要不要？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我要装逼了，让一让。然后自水枪在我。哎，我看不见了。我操，牛逼啊！这啥我？啥玩意儿？从楼上三级甲，我为啥要图图冲到三号楼一楼啊？我看不见了，瞎了。因为我开了镜以后全是枪的样子。有呀！我靠，三号楼二楼两件三级甲，厕所还有一件。二楼有人啊！二楼二号楼必出人。我能向四人打急救包，急救包来了。门打门打门打，高架下面一个、哦、我这边看没被搜过。二楼有人，这把东道枪，三号楼东道枪标点。那飞哥应该有，我就打秘密了。标标二楼出人，高架底下一个。二号楼出来没看到啊？三一号楼看到了，左边中间一个房间，倒了吗？我打的是高架底下的。啊，一号楼，一号楼左边，一枪，倒了，高架倒了，一号楼二楼倒了，高架也倒了，搞他，搞他，囊了，囊了。高架倒俩，我下有一个，我下有一个 SKS， 有个人跳，高架了，搞定了吗？没看到，小五哪个位置？四倍镜地上，高阶楼。SKS 要吗？老姜要的，你上来拿一下二楼。拿了，我晓得到 A 楼了吗？好像是往 A 楼。 SKS 呢？在二楼，二楼房间你找一下，有没有背景啊？你靠左边的房间。背景吗？没有。啥？一号楼，一号楼二楼有个四倍，没了，被徒弟捡了。往上高架架枪了，嘘，往上高架架枪了。一号楼看一下，一号楼看一下，好像听到声音了。花园，花园那方向，高架要出人。高架要出人了，看到啊？不对，我在架，不对不对不对 ，K A 要出人，讲错了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黑小五看不到啊，我也看不到。我说那个，我说高架看不到。他说错了，不是高架。有单位吗？单位没有，只有一个。嗯、花园有人吗？花园有人吗？你小心点。一个。我依稀听到了声音。嗯。
没有五五六的枪，想要把五五六。我也没有五五六的枪。没看到人啊！你讲的那个逼。有个快扩样吗？我说有可能有声音，好像听到声音。我说海豹。好了吧。哪里啊？我往 K 去了。开车走了，开车走了。开阔多一个有人要吗？有。这他妈 K 都没人搜的呀！空空，真的假的呀？冲冲，只需暂时在行动。那是有盒子。走了，没药。是的，我看出来了。过去那边找辆车吧，顺便照应他们。本人应该在外围那个防区的可能性比较高一点。这边烧了。快过和枪屁股有人吗？没人让我丢了。快过，带一下吧。有车，前面有车，前面有吉普车声音，听到了。在那个桥头的那个房区，机场中间，机场中间。这是吉普车。啊，你说停了吗？我说前面有车，又有人开车。别载着走就行了，别开吉普了，差不多了，太浪费时间了。走，前面直接过去，边走边打就行了。我感觉最多就一个人。我感觉我们四个人也是最。看到了，260。喂、哎。哎。还有人。我觉得还有人。我觉得这个吉普车不简单。哦，我说了吧。他在拿枪了，他开枪了。这个他没。这个吗？还有吗？队友来了。队友来了。真是啊，枪法操。好像在我这边山上对吧？对，山上。往上摸了啊！剩1600了，我都拖不过来了。真是。拉枪拉不起来。他开车走了。拿摩托车。他开车走了。等车吧。啊？哪来锤子握把？哪来锤子握？另一个锤子握。你左边再开一辆车，开多几辆车过桥。他估计在那边堵。速度也开一辆。我想打绷带，我没有爆。海豹，等海豹，等海豹，等海豹。啊！地上给你两个急救包。是在这里的。地上给你两个急救包。走了。哎，我怎么抢我急救包？等我给你，一个没有吗？对，我一个都没有。好的。你能不能把这麦克风拿近一点？说话真的跟蚊子那么小声？我不是，他这个我怕他掉，他这个感觉不固定，你知道吧？别人都你给他移到嘴巴旁边就可以了呀。对。我去你妈的！牛不牛逼？我问你们，可以，江老寒牛逼，江老寒直接一穿三，可以，牛逼啊！我就直接全部给他打闭气，牛逼，有没有五六的枪啊？你这个撞两个是真的秀哦，不是，直接给他撞飞了，
属实用不了啊，兄弟。毫不留情。做两个真的秀。但是那两包好像没法舔呐。为啥？飞出去了，在桥下面。那两包不是飞出去了吗？有没有物料子弹？分一点喽，我十二发背带。不不不，我不是打到这里的，我不是打到这里的，在桥下面，人飞出去了。啊，所以说车开多了还是有好处的，别当忘记一辆车。船要过来，船要过来。啊，上岸去堵他就行了，他估计在这边，他没有我们车快，你们赶紧的上。我们还有一艘船，后面还有一艘船。开扫！nice， 走，难受哟，难受，填不了包难受哟，哪难受的？你待会记得还我一个包呢，这样。好的，你刚刚那些包没舔到吗？没有舔到包，都被你们舔光光了。我没舔到啊。那你也得还我。这逼开船回来了。这也听得到，看到吗？哪个呀？没看到。我记错游戏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他妈，我以为这个，你看这个炸掉的车，我远处看以为是个好车嘛，那他妈就尴尬，完了要疼，我们虽然没车，但是我们有船呀，我们有船呀，我机智啊，土豆。哎，这么的小小的，我看来要圈船可以到啊。我是爬山涉水，练完一个又得。要把吃鸡了，我掐指一算啊。那不是我说的，刚刚跳下去，我实在太……按 F， 你是弹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开什么呀？我要打药啊！他要打包啊！你在干啥？你是不是个智障啊？那我心想，你换位置不就是你想打绷带让别人开吗？他要打绷带，他肯定会叫人家过来开，然后他说他打绷带，但是他直接换成二号，他要打急救包。主驾驶位打不了，开船打，懂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没开过船，所以我不知道。下回知道了，求你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机场。谢谢飞机哦，刚才谁给我送的飞机啊？谢谢飞机，谢谢飞机。专心在开船啊，开船不说话，说话不开船啊，专心的。万一出什么事故，我得要担待责任呢。好漂亮！我剩两个急救包，真的实在没办法了，可以问我要。我也剩两个，我也剩两个。我直接打了。哎，刚那些急救包我没拿。啊！我还有一个。我走了。我也还有一个。有点穷啊，这个身上。我的背包里面东西不够多元化。他们说图图在令北家开播一直在吃，没有啊，腿没停过，给我吃，那我不能就不拒绝别人的好意啊。
你好了吧啊？就自己想吃。我没有药，我没有开口药。我声明一下，我没有开口药。我刚刚只是出去自己。猪从来就不会开口问人要东西吃。猪也不会拒绝别人的好意。哎，这辆炸掉的车！哎呦，笑死我了。这里酣战连连啊！一句猪也不会拒绝别人的好意。我们要去狂点。大哥，能不能不要开枪啊？完了，差一点。哎，你可以不跟，你能不能不打了？又打哪儿啊？你又像昨天那样坑害我的话，我真的要开喷了。他就是流氓，你知道吗？他看见一个他要莽一个，看见一个他要莽。谢谢梦的旅途的飞机。这样吧，海豹，你往左边走，我们往右边走。你打你的，我打我们的。真的，你这样我们真没办法跑毒。你走你的阳关道，你走你的独木桥。真的，就在那个勺子，你在毒里面，你在安全区里面，中心这样打，我一点意见都没有。我们在跑毒，这逼在瞎开枪。这大概意思就是，老子在这里有本事打我呀，有本事打我队友呀。海豹，快跟上！跟锤子，他已经被遗弃了，打死了也得服。他已经变孤儿了，他已经被我遗弃了。解梦的旅途了，爱心的两个飞机，谢谢您，么么哒。爱心的，真的谢谢你了，老表。在广东话里面，老表到底啥意思？是表哥的意思吗？不是，老表不是江西那边的话吗？这也属于表哥的意思，但是大部分时间就是两个人称兄，就是称兄道弟的时候，兄弟兄弟啊，兄弟的意思，就好像兄弟一样的，兄弟就这样，兄弟的大概意思。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个 TVB， 就叫老表你好也，就大概意思就是兄弟你走的桥。哦，老表你好也，意思就是兄弟你走着瞧。兄弟宝一，为什么啊？老表雷豪爷是兄弟你走着瞧吗？我以为是你跟人家打招呼。老表你好啊，我也是最近还好吗？雷豪爷，这不是那个，就不是那个，就是你好的意思。就咱们走着瞧，跟老枪同步进行。一起拍，一起。山不转水转，山水有相逢。前轱辘不转，后轱辘转。哎呀，这个安全区我真不知道怎么走。进局港吧，进局港吧，进局港去这吧。OK。等一下，实在不行还能走水路。好像有车。啥叫硬解释？有车。我就是广东人呢。哦。哦，为什么这单？哎，为什么他那个猛男枪是单点啊？海豹，不知道，可能是个憨憨，或者说忘了改回来了。雷猴爷怎么可能是你牛逼的意思？不是的，其实，在某种意义上也算，要看你语气怎么讲。没有，他没有选。哎，山上一百二，他打我们。那怎么你喊啥？你喊啥？上车走呗。当啥眼睛，妈别卡我。雷猴爷跟你牛逼其实也有点关联，就跟女次差不多。谢谢小逼，你等着。二呆的飞机，对对对，差不多吧，是吧？是这个意思吧？差不多吧。小逼你给我等着。也有本质相同，也有点小小的不同。哇，有个三级甲，好想拿。拿呗，我在这听的。哦操，哦，我操，帅哦，我操，还有急救包呢。还有医疗箱呢，我这还没被搜过。哦，两件三级甲，你们要不要？我也有三级甲。我可以要，拿。这，我这。这还有三级甲啊。要点的。还有六倍镜呢。哎，再次谢谢梦的旅途三架飞机，也谢谢二呆的飞机。我看到那边有个红牛，我要过去拿。
哎，其实不同的语气词有不同的意思。这还有个三级甲，它有很多种很多种翻译，很多种意思。有没有小药？我看到人了，对面打不打？爆头！看到了。Nice， 他不是他有队友的啊、哦。哎，听说现在上海话没几个人会讲，真的假？怎么可能？上海话还是很多人会讲，只不过没有以前那么多了。我听一个水友说他在公司上班，然后他讲上海话，那个领导直接喷他。那领导不会讲。那房子里面。不过也是，你开会你讲上海话干嘛？啊，的确是有点不尊重人啊。如果全部都是上海人的话。那肯定有些不一定是、啊、对啊，有些听不懂。看到人了，我看到人了，我操，这位置也会被打，真的假的啊？有 AWM， 最左边的烟120，还有没空？在我这。对面港口还有吗？没空。那海豹怎么摸到那去了？先把海豹，以后你就别听指挥了，你按照自己想法打吧。嗯。对啊，我当一个钉子还是钉到那边。哎，这个逼直死了，他们两个都被打死了。打半天，哎，没落点啊！上车，大哥，你占我司机位了，你以为我跟你闹呢？我不知道那个是我，我想打架。哦，他那个耳机戴久了，耳朵疼。哦，这 AWM 猛杀人呐、啊！不是我，对面三顶打，封个烟，有烟打残了，有烟吗？大哥，你们都不带烟的吗？现在没有烟啊，没捡到过烟。对，我没有捡到过烟，我包也没捡。我下车就挨一枪头，我们被还能跟他对一下，我们被三条枪枪剑打很正常。正所谓人才难免意外多嘛，这种事情吧，见怪不怪了。